Ciao.像跟脚就不太一样，像感觉拉长哦，上面的这个偏旁啊长得很像，但是下面拉得特别长。这个像其实跟上面的结构还是有差别啊。我们常觉得有些人的写字啊，那不定性很高，有人是确定性很高，有人是不定性很高。确定性就是说他写字一向就是大概这样子。那不确定性很高，就是它常常会有出人意表的写法，这个不确定性很高。吴昌硕应该是属于这种不确定性比较高的人啊。好，那吴昌硕的字，因为不确定性很高，所以有时候它的宽容值比较多。我就觉得这样也可以，这样也可以，这是他的优点。相对的，在创作的时候就会有问题啊，就是说你会开始怀疑他到底会不会这么写。大概写完这一个，就要开始进行千字文创作了哈。临帖的目的啊，不是为了临帖啊。临帖的目的是把别人的优点学起来，转化成自己的优点啊。所以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应该尝试创作啊。写完了，应该尝试创作了。但创作是一种艰苦的历程啊。但是就是要走了。有人就一辈子在临帖，可是他都不创作，不创作就有点。有点像只是一样画葫芦哈，它缺少了一种自我的反思哈。在创作的时候，你就会想说：“哎呀，这个到底他会不会这么写呢？”临帖你根本不会想，临帖就一样画葫芦就好了。那一开始在创作的时候，可能从临帖的90分，马上降为创作，可能只降为9分哦。一开始都只有9分了。慢慢的，可能就是10分、20分、30分，到最后50分。那你要到90分，需要很长的时间练习啊。创作就像你小朋友在学那个学步车，他一开始有辅助轮嘛，可是到一阵子的时候，辅助轮就要拿掉。那辅助轮拿掉，第一件事怎样？摔倒啊，就是摔倒。那你不能怕他摔啊，你要让他多摔几次啊，多摔几次他就会了。但是如果你怕他摔，你会发现他一直有辅助轮，一辈子都不能骑那2轮的脚踏车哈。你把辅助轮拿掉了，摔一阵子他就会骑脚踏车了。创作也是如此啊。创作的时候就像那个脚踏车，辅助轮一拿掉，哇，你怎么自己写的时候就乱写一通啊？跌跌撞撞，每个字都好丑。完全不认识自己了，那有辅助轮的时候，你骑车，小朋友骑车的嘛，有恃无恐，怎么骑都不会倒。可是如果没有的话，就要战战兢兢的，或者会摔得鼻青脸肿。同样的，你创作就会这样，就你必须要战战兢兢的，开始想他会怎么写，怎么写才好看啊，这时候才有思考。现代的社会啊，强调是思考；那以前的社会啊，强调是背诵，东西背起来就好了。那自己会不会用是另外一回事。考试考得出来，考得很好就可以了。比较不重视那个会不会。那现在不一样了，现在是要求那种带着走的能力啊，学完了要必须会应用。现在网上的那个。书法字典非常的多啊，所以你要创作实在太容易了哦，把字打进去，
现在人的输入法又很快，哦，你看你要写什么诗词歌赋，放上去，很快就有答案了，你就可以再进行自己的转化，哦，自己的创作。啊，创作真的没有什么诀窍了，哦，一个是当然是你花了多少时间熟悉它，另外一个就是你的基本能力到什么程度。基本能力越好的人，他的创作能力当然就越快，基本能力不好的人，当然笔法就搞死你了，你怎么创作？所以到最后回头来，哦，还是要多练习，不用去找那个什么九阴真经九阳真经，那个没有用啊，